7月23日至7月24日15时，大连市新增确诊病例9例，无症状感染者27例，均为密切接触者，统计检出的也都是在集中隔离宾馆管控状态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2例，9例确诊病例中有6例是从昨日公布的12例无症状感染中转为确诊病例的，另外3例。